好了，再谈谈为什么要反对他。我告诉你，在个别方面我也反对他，原因很简单，他提出的3年，爆料革命要3年，3年改变中国，这3年不反习，啊，习近平是这个。中国几百年难得出一位的政治家，他能改变中国，听起来像什么？前面的不听，就光听这一节像什么？像一个全自动维稳机器，知道吧？仅仅听这一段话，它就是一个维稳的一个干将，你怎么定呢？你能说他前期的爆料都是为了最后来维稳吗？不对，应该不对，是不是？逻辑上不通。那你能说他前期的爆料摧毁了中共的统治正义？他通过后期的这个3年，现在提出来的这个3年，来弥补吗？也不可能。那么你就想嘛，想破脑袋，你想不清楚，那你就不要想，你忽略它不就了了吗？你就把过7条当成过6条不就了了吗？他就是爆料也好，不爆料也好，他已经做的事，那是历史。就像他在美国曾经洗过钱，有人如果提出以洗钱的这个案例，来申请法律制裁他。驱逐他，只有一条路，拿情报护照，美国总统签署特赦令，考虑他对美国和美军的贡献，把他留在美国，对不对？你能提出更好的办法吗？你提不出来，是不是？那现在面临就是这个问题了。他讲3年也好，他讲不反习也好，你随他去不就了了吗？人家面临的路很窄，几乎是没有退路的。你们呢？你们就是在瞎胡闹吗？你能做的事儿我也能做，他能做的事儿你做不了。所以我建议放下争吵。你可以不支持他所有的言论，但是不要急着去反对他。他就是明天离开我们，他前面做的对摧毁集权的这些贡献，你是抹杀不了的。最后一句话，奉劝你们：有人说过，郭文贵他将是一个传奇。这是一个私信的推友私信给我的，我回答很简单，他已经是一个传奇了。